看笔记了，看笔记就不算数了。因为我们下课了，很少人又再去翻笔记了，很少人。就是若干年后你会放在那边，然后你一天也会丢掉它。所以其实学习的过程是上课，然后你思想 ，OK， 你思想，所以神说你昼夜思想他的话语，你就像吸水栽在吸水塘一样。所以你做功课，你在考虑的时候也是在实际，所以是在你上课思考和做功课的时候，还有在实际做的时候，你才能够真正学到。OK， 所以你们的印象怎么说呢？给你一个很深刻的印象。祷告 ，OK。有怎样的祷告？手腕啊 ，OK。其实我们教会有一阵子也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个也是一个小女孩啊，从上楼跌下来，上楼，然后。他死掉了，很美丽的女孩子，很优秀，很爱传福音。去到世界旅游啊，我把大家请出，他也是在船上跟人家传福音，才九岁，可是他死去了。所以我不知道是神的旨意把他接去呢，还是那时候教会祷告没有太过去。还有一次，有一个少年人，他被蜜蜂咬了，然后他就来了去就是叫什么过敏的，他的身体整个肿到像胖子一样，他本来很瘦啊，一治不了，不是毒他本身体内，不是。我差不多也是生死之间啊，那时候教育在国片国前堂的，然后他活过来，所以有时候真的是祷告是很关键，祷告是很关键，祷告其实是真是因为神给我们祷告嘛，你不能说全部是神的旨意，我不用祷告，他还是照样做他的工作。我想可能不是，可能给了我们神给了我们这个权柄和。这个应许就是要你祷告。他说，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同心合意的祷告，我的父必照他们所求的应允他们。所以，真是要同心祷告。祷告 ，OK， 迫切的祷告，不是祷告了，是迫切的祷告。很多时候我们有迫切，我们就是念念有词，然后我们就要过来。脱去，因为要待家的嘛，好像是48个小时吧，那就半夜起来的人，整天就纷纷，那是神看我们那个心意，神可能就借着祷告看我们信心，看我们的诚意，就按照我们的信心和诚意成全。有时候你也不知道祷告什么，在那边那个时候就是在那边呼求，主啊主啊主啊，所以我说呢，很多时候呢。教会有人说不是啊，我不会祷告。那我问你，那些外面拜拜的人呢、啊？他们有学过祷告，有上过祷告课，有没有？怎样拜观音，怎样拜什么什么，有没有？要练什么讲什么，有没有？没有吧？但是他们为什么还可以很默契的祷告，整天叩头的？那是因为他们很相信他们的神可以救他。好，来你。印象什么？我的印象，就是说，你讲到三个，光身体呀、啊、跟魂呐、啊，还有灵，你的敬拜，你的祷告。OK， 来，很快的啊！什么是魂？什么是灵？什么是人体？的服饰，身体就是我会表，魂就是用思想啊，是感用感觉，用感觉、感情啊、意志那些，是灵，是
沟通啊，也是有沟通啊，时常靠着圣灵的带领。哈哈哈哈哈！会用了没有？好像我们在上课也是一样啊。如果我们只是知识上的传达，那只是在思想方面的东西，然后你有所感动，可能还是感情方面。但是灵方面呢，就是说你已经 capture 了，你已经捕捉到了神在你生命中那种的。做那种的印证啊，就是你真的是来受，可以吸收到神要你学的，在圣灵的启发里面，就是这里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一样的啊。当你谈话，你谈到灵的时候呢，你就能够看见，你就能够看见。试过的时候遇到的问题不要那么紧张的去处理，等神的那个声音，等神的祷告先跟神的沟通，然后才去做，那么就不会浪费那个时间，非常多时间直接的能够帮助那个人。因为我们要清楚，我们所做的不是我们去帮助，是神。其实什么叫服侍呢？等下我会跟你讲一讲。服侍就是让我们经历神。其实神要成就的东西，他用任何人都可以，即使要成就就可以了。但是他让你参与，就是让你这个人有机会来经历他，然后从中呢，运作操练你的信心。你这样对神有信心，你不能躺在家里面有信心。你在服侍的时候，你在战场上的时候，行动，对，尤其是你在战场啊，我们说服侍工厂是一个战场，你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应用你的依靠的心，你的信心，在神面前有能力、有智慧、有谋略、有胆识，对，能牺牲，能背负罪名，像十字架这样，因为我要处理好像一些人事的东西的。没有人喜欢处理的，很多人都选择逃避的，逃避，所以他逃避的时候呢，他就没有履行神的职分啊。所以服侍其实很重要，就是心态。我一开始就讲心态，你不是为了自己，有些人在过程里面，他会慢慢的变成享受那个工作，享受那个服侍，而不是。来欣赏自己，比如说做敬拜的，很享受唱歌，哇，唱得如痴如醉。但是可能他忘记了，这是要带领会众来敬拜，而他本身战战兢兢的，时常借以圣灵借脚借步啊，我说是可能跟他定圣灵你要做什么时候，那个心灵要很提供，所以。教小主日学教主言都是一样的。那有很多时候那个事工不能够发展，一个事工不能够充满恩膏，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为没有，我们没有心求，没有想到神的旨意了。我们先看到人先，对，我们先看到人的啊。觉得得罪他或者什么，或是怕他不要来教会了什么，都很种种理由都有。可是我因为因着我们怕这个原因啊，所以弄到阻拦到那个神的事工，那个事工就不能够发挥出来。很多时候很多时候人不能过这一关。所以你要先过自己这一关哈。所以
其实很多事工呢，都要在好像刚才这Joanna，他说祷告，其实这是一个很，就是为什么要先祷告，就是先让你先进入灵里面，你才出去战场。不过有很多时候祷告之后，他们还是暂停，停留在祷告。祷告说，对呀、啊，可是神跟他讲，你要起，你要看，可是很多时候 stop， 因为要做好了嘛，不肯看。所以那个祷告可能还停在魂的祷告。主啊，救我们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主啊，去那边时候又不敢啊，所以祷告是说你交错了，你做你应该做的，所以彼得、保罗他们还是要面对选道的，他们还是要去到工厂去服侍吗？啊，还是被关进监牢里面吗？彼得他们对吗？所以就是很现实，但是。好像说我可以看到很多教会呢，能够成长啊，这种成长不只是人数的成长，而是整个，虽然我们知道说教会成长的什么，不是讲人数成长，是讲到他的身量成长，身量呢就讲到他的生命本质，他的圣洁，他的恩高，信徒相爱的生命，有谦卑，有公义。增长，然后呢，就会吸引人的生命，就会自然人数就会组织将人数天天加里，是很自然这样。然后看到很多时候就是，其实你们很多同工嘛，那个地方，你们可以像每一个早上这样一起来先祷告敬拜，才出去啊，是非常好的。但是没有啊，你们有上没有很多的，有上课才有的，因为你一个人做你做不来啊，有时候你会。你会 discourage， 你会不大会自己做，所以你们可以几个同工，如果能的话，不用全部都来，可能分开三个人，就是有固定的时间祷告的，那个突破你想的不一样。一个星期如果你持续做四天就够了，星期二三次可能是还是三天了、啊、至少，啊一天是可能。有一点点东西了，但是呢，真的要打好基础是三天到四天，我们这样教会了。然后你看到呢，不一样，即使是一天都不一样了，其实，但是你能做到三天了，我担保啊，你们的个人的生活、家庭的生活、教会的生活不一样。所以我误会了，我就特别注意到，当有祷告跟你祷告的分别是什么，这个事情。所以其实我是辞职的，我辞掉槟城基督中心的道务业会，那我大概就进入一个专注在祷告的事情。当然以后我们应该还是会回去，因为什么还是做其他事工。但这个时候我就发觉到，哎，我们要突破呢，就是要必须在祷告。所以其实事工很简单，也很困难。简单的就是，如果你祷告，你依靠神，一定是有很好的啊果效的成绩。很困难就是很多人就是不能再祷告那个突破。所以讲到祷告的时候呢，其实我要给你们一个观念，你怎样过一个灵的生活，你怎样过一个时常在灵里面运作的人呢？除非你时常做几样东西，就是。祷告啊，敬拜啊，这些东西。然后我们的生活就好像靠空气这样。如果它的空气很清新的话，很好的话，很有所属灵的气氛，你就很健康。OK， 但是如果你去到一个棒啊，不用说棒啊，你在车上开什么音乐，就是那个空气的。如果你开 My FM， 啊，任何电台，我不能说讲那个很多广东话啊，什么，来半夜什么事情的，那你在世界的空气里面，你知道是什么？所以我们这些做事工的，更是要啊，时常浸泡在神话语、神诗歌、神的经文。所以聪明的人就吃好的食物，什么是好的食物？什么是好的事？啊，
玛拿，玛煮的米。没有，我说真的是我们吃的食物。进餐时 ，box 啊 ，box 啊，果汁啊 ，organic 蜜糖啊，哦，最好是 organic 啊。然后呢，麦啦，蔬菜啦，对吧？但是我们今天吃的食物是什么？菜炒啊。炒啦，菜炒，煎啦，炸啦，快餐，KFC，KFC， 肉啦，你相信吗？我一年吃不超过五盘的炒粿条，肯定。超粿条。一年不会超过五盘，有时候三盘都没有，有时候一盘都没有。KFC 也是这样的。我一年呢，没有我吃。我没有啦，我是我那里会炒，麻烦嘛。KFC 也是我们一年吃不会超过五次，通常了，不是我们不喜欢吃，我们很喜欢吃，但是呢，我们每次一看到那种，那我不吃了，我都很想吃，但是呢，我就不吃了。孩子喜欢吃不健康。孩子喜欢，所以你要教导，你知道你相信有一家的口啊，孩子啊，妈妈爸爸带他们去 KFC， 妈妈吃食物为什么很喜欢吃？他问这个。因为他们吃惯了妈妈煮的菜了嘛，他妈煮的菜真的是很好吃，我去过吃，哇，很丰富。然后呢，是没有重口味的，很纯的啊，清香清淡那种很纯的食物，就是不会加盐很多，不会精完全没有的，不会太油。然后他们吃了，哎，好吃又健康啊。他们一次吃快餐啊，不习惯啊，所以好吃是因为你好像毒品啊。毒品那里好吸，香烟那里好吸。我问你，香烟好吸吗？那是那些吸香烟的，那些摩比啊，塞勒摩比啊，丹尼尔摩比啊，我要跟你讲这样东西。喝咖啡也是一样的。我们他不知道不好，不说不能改的。所以啊，我要告诉你一个观念很重要的，你不是很年老。对啊，不捆绑，对啊，没捆绑。想吃想吃，没辣椒捆绑了，现在。OK， 我先给你看出了经文啊，看出了经文，十经约翰的生活啊，十经约翰，十经约翰，他吃的东西很怪的哦，对，十经约翰啊，衣服穿的也怪，啊，骆驼还是黑色的，不能跟那个叫王成骆驼比输了，对啊，很 fresh 的吃的东西，蝗虫盐，让你去旷野煮。想不要嘛？去旷野煮啊你。刚才你要煮的。刚才你忙太紧。忙啥？忙太，忙太。对了，第三章。第三章。第三章。你看这个，吃骆驼毛的衣服，骆驼毛衣服啊，腰带，吃的是蝗虫野蜜，野蜜啊，蝗虫，对，蝗虫很好吃的，第三餐，野蜜好吃，野蜜，野蜜好吃啊，蝗虫搞如果整出来，哎呀，那个蜜蜂的蜜就好吃了，这个是遗憾啊，它是啊。先知里面最大的一位，其实，兴起的以利亚就是他，所以你要被神兴起呢，在这个时代呢，你就是要过这样的生活。他是一个过得很 simple life 的，就是说，你们听过这个简朴生活吗？简朴，听过吗？简朴，简单的简，朴素的朴。简朴。啊，简单的简，朴素的朴。你们是看简朴之类的。都会，简朴，有时餐餐，有时。我们餐餐，我们实在是刚好，简朴啊，这个朴素的朴，简朴生活。简朴生活，有趣的，简朴。这个什么什么？
简朴生活不说你整天吃经济饭、经济米粉。经济饭。经济饭还贵啊，有时候。吃经济米粉啊，还什么？简朴生活的意思呢，是你过一个有素质的生活，但是呢，不是一个浪费的生活，也不是一个好像说造成身体，就是素质，是说包括你有运动啊，你吃好的健康的食物啊，但是你买的，意思说衣服就好了啊。现在衣服啊，比如说我们说名牌啊，我看到女孩子带了一个本啊，我问她多少钱，她说8000块。VL 你们听过吗 ？VL 啊。LV 啊 ，sorry， 这里我没有用啊。LV 哈 ，Louis 什么 ？Louis Vuitton 啊，这个在台台里面挖出来的一个皮带啊，从此就出名了。所以，怎么这个袋子值8000块？我看来看去摸它的资料，都是布来的吗？都不是黄金啊，又不是丝条做的。只是一个牌在那边，很多 LV 还是一个，所以人的虚荣心，这不是简朴生活啊，所以好像你有为什么有汽车？汽车是，你要问本来有汽车的目的是什么？汽车目的是给你代步，给你安全，给你空调比较好一点，等等，这个你可以做，但是呢，不是一定要很贵的啊，一定要很新的啊，所以。你要做神的事工啊，你必须支付这些东西，因为这些东西什么？这些东西都是一种的贪欲来的。然后这些价值是从哪里来呢？从魔鬼来的。你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，就说如果你要做神的事工，你一定要在食物上对付自己。所以为什么有禁食祷告？这个意思就是这样。因为啊，如果食物你都不能 overcome 啊，你只要 overcome 其他的东西，所以人是这样，你要有内在生命力量啊，你必须在很小的事情开始做的，比如说你是有举例的 discipline， 举例啊，你们 BB 一定要讲举例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举例不是讲他们准时啊，操兵要准啊，这个举例我们的属灵举例 spiritual discipline 啊，就是说你可以很举例的 ，OK， 这是灵修的时间，我就灵修；这是依靠神的时候，我就依靠神，我不要这样快出去 entertain 人，我不要这样快去处理事情，这是一个 discipline。OK， 所以还有世界上看电视啊这些啊，都是很举例。那你说我变成修道士了，变成修女了，差不多是这样。但是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就这样的时刻啊，你就有很好的属灵的生命，你的喜乐呢就不是被物质所左右。你咖啡喝了还是要再喝吗？但是神的喜乐啊是源源不绝的，所以神说什么呢？我是生命的活水，凡到我这里就永远不渴。我给你一个观念啊，这个世界啊，我是很喜欢研究末世的啊，所以但是我没有讲末世。不是你来我们教会有讲过那个启示录啊？对。啊，七个什么？七年大灾难的。七啊，那七个什么？哎呦，老人家忘记了。哦，不会了，太多了，所以现在圣还是讲一讲 ，OK。你知道啊，在末世的时候啊，我们这神学家十三世放下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对不对？请问中间是什么？你没有看过中间有什么？中间有什么？谁可以想到？跟他们很有关系的。我们呢？你们叫什么？我自己。末世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要做什么？谁可以想到？末世的时候。末世，昨天他讲的要审判。还没有审判世界，那是神。还没有吗？不说还有没有了，就说末世神要做些什么，很重要的事啊。对我们做些什么？对我们。教会。教会。要做什么？
当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，他有几个名称啊，还是什么，还是什么身份？还是耶稣是教会的谁啊？教会是耶稣的谁？肢体。肢体。OK， 还有那一个很重要的，哎呦，你们最喜欢的那个。最喜欢的。心。你们连最装备，不是你们连最想我的那一天做什么？新娘，新娘，啊、新娘，哎呦，新娘，新娘，因为我们过了了，我们因为新娘了，你们也没有过了，也失望了，是吧？所以没有去想，也失望了啊，那个梦已经过去了嘛，老去了嘛，那个梦。心腹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很大的启示。如果说我们说夫妇结婚，那是成为什么？一体，成为一体。也就是说，以后我们要跟耶稣基督成为一体，这是一个很大的。那一个神学家的思想观念呢，就是说，神是永永远远啊，他是生命。人呢？人没有永远。啊，如果我们灵有永远的吗？啊，因为我们灵上。你是永永远远的灵，你的灵永远不会毁灭的，不会毁灭的。还有谁？我说会。我问你了，天使呢？天使的灵会毁灭吗？天使啊！所以你要知道哈，神的永恒心啊，你是要在这永恒心。那个被审判了，神是有绝对的。绝对的永恒性，听懂吗？他的永恒性是不会失去的，不会改变的，不会什么事情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永恒性？我们就信他人就永恒，我们没有信他人就。我们有永恒性，因为我们是怕，我们是神的灵吹出来给我们生命，所以我们有永恒性。但是我们的永恒性不是绝对的永恒性，你听懂吗？我们是有限的永恒性。你做审判的时候，火烧的时候，你会。神要你消灭，你就消灭了，明白吗？神那一天呢，就消灭所有的垃圾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垃圾，包括魔鬼。啊，包括魔鬼，所以魔鬼是灵体吗？所以奥秘在这里。如果我们可以做心腹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跟他一体。神说，婚姻是谁设立的？婚姻是谁设立的？神设立的。所以人不可以分开，对吗？也就在永恒里面，如果你能够做到耶稣基督的心腹的话，永远都不会跟基督分开。所以你的永恒心就可以分享啊，基督的永恒心，不是很看似很简单，其实是一个很深的奥秘。也就是说，在末世的时候，神审判的时候呢，你不要以为我们一定是做心腹。因为啊，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他说，耶稣基督是根基啊，那我们在其上建造，有金银珠宝啊这些等类啊，然后火会来烧我们，火烧了我们呢，就会试炼出我们是什么工程，你是什么样的生命。不然说，我做基督徒，我抽烟，我喝酒，我要来主日啊，我真的是信，我真的是有没有得救？可能得救了，因为他真的是信嘛，只是他生活，我们要服侍你们服侍他。所以呢，来看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第三章就是。在这个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由火发现，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，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；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仍像从火里经过的。也就是说呢，神审判的时候是从他的家开始，这是
的前述说啊，后述说。然后呢，你要知道，在天上呢，我们上去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赏赐呢，肯定一样，不一样，肯定不一样。啊，每地都有不一样的 fashion， 对不对？所以肯定的，你不能说我这么忠心，然后神给我是一样的。你记得耶稣说过一个比喻吗？你几点来，我也给你一样；你几点来，我给你一样。但是你要注意哦，神一个是九点来，一个是十二点来，一个是三点来。神给同样的赏赐，乃是因为他们都忠心做他们的工作。但是好像我们得救，有时候你十岁得救，你20岁时得救，你80岁才得救。所以每个人的遭遇不一样，很 complicated 的，就是我们很复杂的，我们的背景是很复杂，很不一样的。你不能说，哎呀，为什么这个人还一直讲粗话？因为他是从很坏的环境出来了，他还在改动。你一开始住在书香的家里面，当然你什么都没有东西烂，但是你一定是饿的吗？可能啊，有肚脐啊，那个罪是看不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不能够凭外在来评一个人。他成功还是失败？所以呢，神审判人的时候，神是看他自己的公义，他有绝对的公义，不是我们人的公义。但是我要讲的什么呢？审判的时候呢，赏赐肯定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做夫妻的也是这样嘛，有时候夫妻很难去衡量到底谁对谁错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，天哪，你都不爱我，干嘛要顺服你啊？神就审判你的顺服。但是你因为说我丈夫不是很爱我，但是我还是很顺服他，神就赏赐你，你听懂吗？啊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要说什么呢？赏赐不一样，身份呢，关联呢，关联，生命的关联啊，公益的关联也不一样。所以我常常提醒我会员啊，你不要上去的时候，你只要分到一还有多模样啊。啊，人家都是金黄金，有钻石宝石，你的是 helmet， 而且不是戴一年哦，不是戴100年哦，是永远的 helmet 来哦。所以我告诉很多人不知道啊，其实我们啊是处于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刻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东西，你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服侍是多么珍贵的，我们爱神是多么一个很宝贵的东西。所以呢，无论是赏赐到关联，还有一个叫身份。所以，如果你读启示录，你慢慢就发现到有长老啦，有四活物啦，还有头名，还有半老这些啦。然后这些讲些这些做什么？讲些这些呢，就是要告诉你，在末后的时候上去的时候，可能身份不一样。所以我要讲说，有些人仅仅得救了，好像经过火一样的人；有些人呢，就能够进入这个心腹的身份。所以我不知道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。所以我想呢，我问你了哈，如果是好像威廉王子呢，刚过去的英国是，他要娶太太，他应该娶一个怎样的太太 ？Princess。他娶 Princess 哦 ，By right 哦，应该娶王，娶回王族。但是他娶了平民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，但是基本上那个平民美不美啊？那个感觉。够不够资格啊？应该是有肯定的某一个资格，他是大学毕业，他很优秀。我的意思说，如果普通一个男人娶老婆，他会不会选呢、啊？也会啊，也会啊，当然的，你为我们还是要选的嘞。他会选什么呢？好还是不好呢？他只要选好了，不过癞蛤蟆想吃天鹅是比较难的、啊。那基本上他还娶漂亮的癞蛤蟆嘛，是吗？他娶癞蛤，如果他是癞蛤，他娶比较美的癞蛤蟆，他会娶。如果是天的，他会找回一样的天的。所以，同学，我要告诉你，如果是金尊的天王的王帝呢，他会选谁来做他的心腹？有资格吗？有资格吗？但是你说谁有资格呢？你有资格而资格吗？所以你会，这是一个奥秘啊！保罗说这是一个奥秘啊！但是我告诉你，神是在拣选的我。只是我要告诉你啊，有没有被通过呢？这是另外一回事。那上帝不能可能要求啊，我们都长得很美，只
现在大家都没有资格，因为我们会老去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老了就不美。我们即使是年轻很美，但是也比不过那些世界小姐，对吗？明星啊，我们那里美过他们，不会嘛？所以神以什么来标准来衡量他的幸福呢？心。心。什么心？敬畏的心。敬畏的心，还有。忠心。忠心啊。忠心。如果是新郎呢，他要娶新妇呢，他们有一个婚姻，李太郎有一个婚姻，这个婚姻就说你要保证你的清白，所以你不能说啊，我做了基督徒啊，我照样做三不四的东西，那你以为上去你乱来，你说哎呦我还是爱你，那耶稣不是很讲得难听，就是耶稣很去很下个了了，但是耶稣不去吗？耶稣去呗，他是比威廉王子更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们，然后他是竟然娶一个这样去的女孩子呢，还是去的信徒呢，就不相对了。所以你明白了，神要我们很忠贞的那个，要专一啊，专一是的问，你要专注在耶稣身上。所以末世的时候呢，我们呢，你看这个是魔鬼就试探我们很多东西。吃的东西，美的东西，吃的东西，油的，现在吃的，现在我整个文化就是呢，吃喝玩乐，整个文化是这样，消耗消费，那我们不小心，我们也跟着他们做同样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就失去了幸福的身份。那我要告诉你啊，魔鬼有一个三位一体，魔鬼很喜欢模仿神的啦。魔鬼叫魔鬼叫什么呢？老大倒是啊，他还有一个名字叫楼的，还有一个名字叫古蛇 ，OK。他有一个所谓的他生出来的道成肉身嘛，他是磨成肉身啊。磨成。他就是叫敌基督。敌基督。还有一个名字叫兽，啊，这个看你看启示录的假先知。假先知在这里呢。假先知是在代表那种的邪灵的工作，假宗教啊邪灵的工作等等 ，OK。是是。请问告诉我中间是谁？谁可以猜得到？人吗？完了。Please。谁在中间？是。刚好是他的想法。他的想法。你看到想到圣经有什么？没有。啊？不是吗？证明你们没有读圣经，好不好？我要跟你们上人。我就知道上课我就知道你们假先知在这里啊，你那中间什么样子？相反，聪明一点就想得到了。聪明一点，甚至有出现过他的名字，尤其在启示录。所以呢，你们要做不是人家，对啦，淫妇啦，而且不是淫妇。是大云妇，大多一个大字。对呀，你去看圣经来，你看十九章，大云妇，来启示录十九章，启示录十九章，他一直出现很多次的，我是给你的。启示大云妇，启示录大十九章啊，你看呢，他要声讨大云妇的流人血的罪嘛，所以这大云妇是很邪恶的。第三。第十九章那边的，所以这个大淫妇呢，车大淫妇他做了什么？他曾经杀害信徒，逼迫信徒，然后呢，这个时代他没有逼迫信徒，他做什么呢？他怎样弄信徒？现在勾引。对了，勾引诱惑。诱惑。勾引和诱惑，所以你要跟着他们走，你要买 LV， 你要穿名牌的东西。你要把头发弄几百块去弄个头发吗？人家有什么你也跟着要有什么吗？现在人家 slim 身体你也去 slim 吗？ slim 身体人家现在有 spa 什么你也是跟着做吗？所以你要明白啊，这个世界背后啊是什么东西。spa 好像是没有什么东西的，其实大有人讲他们用的音乐，你要知道那音乐是什么来源，我们去搞他。然后他整个理念什么呢？他们的人都全部都是仇人，
当然我们说要健康啊，但是他那种 slim 呢，就讲到说 relaxation 还有按摩这些呢，你要小心，都是有那种，我不会说出那个味道是什么。你想想，你去按摩，以前按摩是，按摩有两种啦，一种传统的按摩就是，如果你受伤还是肌肉酸痛，那是按摩那个 OK 啦。但是这个按摩不是，你没有受伤，你的身体是自己 relax 享受，所以他推崇了整个文化就是享乐主义。而且啊，据说在 SPA 里面你是脱的，好像是穿的很少的，无论是男生女。然后呢，在那种阴阴暗暗的地方放些那些音乐、相机等等的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做学瑜伽啊、气功啊，他们会走火入魔，他们会有邪灵附体？那其实就是他们在做的过程里面，他们是真空的，空自己，他们思想是真空的，那邪灵就会进来。所以当然我不说 SPA 等于魔鬼，等于邪灵，不是。我说这些东西背后他推崇的价值嘛，实在讲。那他们所做的都是敬拜魔鬼吗？要拜自身拜业神，但是瑜伽肯定是的。因为他那个来源是印度教的，印度大师在这个什么都已经著名了，这个是什么是这样讲，就是整个东西一家就是从印度教来，这个印度大师这很有威望的，他们都公开这样说，他说不可以让基督徒学的，因为这是我们的东西，那基督徒还不知道还哪来学，就很危险。所以气功也是一样啊，气功也是一样，所以他们没有各面体的，但是他的那个动作和那种的运作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真空，真空的时候呢，魔鬼就趁虚而入，这是很多人学了都中招了。那我要告诉你一个观念是什么呢？这观念就是说，如果你要做心腹的话，有两个角色你要扮演的，就是我说了哈，你要做心腹的时候，这个是天上的天上嘛，你要做地下谁嘛，地下的生活嘛，地下生活呢？你在戒分的时候啊，有谁啊？在一个分离里面有看到分离吗？有。分离有什么？有谁？有什么东西？母亲啊。啊。父母亲啊，亲戚朋友啊。有一个祖坟人，那是谁？祖坟人是谁呢？不是。谁是祖坟人？基督的羔羊啊，羔羊的分离啊，谁是祖坟人？不是。耶稣。哦，这里三个。圣父会做圣父，你说这里，我就称你圣父。圣父。然后呢？谁是新郎？耶稣。圣者。谁把新郎带到婚礼里面？圣灵。对了，很好。那婚礼还有什么呢？亲戚朋友。OK， 亲戚朋友，如果你看启示录19章就有四活物。四活物。四活物呢，就是 all creation。All creation 就是说所有的被造物叫四活物，是，那他们可以代表那些天使啊等等什么被造的，还有那长老对吗？24位长老，长老是指谁呢？是长辈。心腹啊，其实我们是很心腹是在耶稣基督时代过后才有心腹的观念的，耶稣基督之前是没有，所以那些旧约的圣徒呢，他们可以做这些长老，这是我的解释了，不一定是完全准确的，这是属灵解经了 ，OK？ 长老。那还有那分离还有什么？快，那分离还有什么？你可以想得到吗？Hello， 你们没有结过婚的、啊？你们结婚有做基督教仪式吗？啊，还有婚礼里面有什么？还有谁？还有啊？花童那些。啊。花童。童女。童女。花童可以。还有谁呢？没有了。童女。想想你这是花的翻牌。讲人是啊，讲人啊，还有谁？
斑斓，OK。斑斓，这里提到斑斓，就是新郎的朋友。嗯。所以在地上呢，现在呢，很需要这两个角色，斑斓跟红木来帮助新郎来迎接新妇。所以呢，谁是斑斓，谁是红木？谁是伴郎，谁是童女？伴郎做什么的，童女做什么的？准备的。童女是准备呀，在准备。哈哈哈哈哈！伴郎，不是童女。伴郎是要做，再替新郎开心。谁呀？整天讲牧师了，整天讲牧师，想不到就是想当牧师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飘下去。OK， 耶稣有说过啊，这个施洗约翰是谁？施洗约翰，他比喻施洗约翰是谁呢？有人说啊，有人就问施洗约翰啊，你是那位来的基督吗？然后施洗约翰讲怎样？这几天在说什么？我简单的说嘛，就说有机会我们再找回那个经文，就说施洗约翰呢，他做这么多事情，以后人家说你就是要再来的基督嘛。施洗约翰说我不是，我是来为他。预备道路的洗脚啦、啊，然后我就是为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。然后呢，有说了一句话，就是新郎的朋友所要做的就是预备新郎。然后呢，他的洗的就很大，他为新郎预备了，他的洗的就很大。所以一说呢，在末后日子里面呢，有两个解释，一个是新郎的朋友了，他是为新郎预备的，然后一个是童女来等候新郎的到来，对吗？你听过耶稣他说一个比喻啊，他说就是说新郎，真的是有吗？马太福音25章，他讲什么？产妇姐姐。十个童女啊，人家拿灯啊，说是迎接新郎。五个有准备，五个没有准备。OK。第一张。那童女呢？童女是讲什么呢？童女是讲什么呢？童女是讲到，所以我们讲到童女的时候，就是 virgin 嘛，对不对？对吧 ？Virgin 好像 ，Virgin 哥就是 Virgin 哥，像叫 Virgin 哥，就说他们是做什么？他们的身份是什么？如果是处女的话，童女是等于叫处女，这表示什么？啊，圣洁圣洁啊，就是那很圣洁、很清洁，是吧？就是说他们守身的意思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上面他有提示说，如果我们能守身是更好，其实在末世的时代里面，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教育的历史里面呢，有没有人这样做呢？就是不嫁不娶了，有没有？
谁？天主教。啊，就是那些修士啊，那些神父啊，还是修士吧？我说不是神父了，修士跟修女了，他们把自己的隔开起来，就是不让这个世界沾染他们，但是他们只是单单的为基督而工。然后呢，他们呢一方面为基督，一方面他们就帮助穷人，教育穷人，服侍穷人，就像德兰修女这样，对吗？所以我要告诉你什么呢？一个观念就是说，你做一个服侍人员哦，如果你真的是要与神走得很亲密，然后神可以借助你使用你呢，你必须有一个观念先，就是说你已经很清楚的知道，这个世界不属于我们。然后这个世界是属于谁呢？魔鬼。属于魔鬼撒旦。然后他最爱魔鬼撒旦，最爱的是谁？魔鬼撒旦最爱的是谁？在这个世上。新娘。淫妇。大淫妇。对。谁是大淫妇呢？现在要问。就是讲心思，就是那些。爱世界的人，跟随比基督的人呢、哦？嗯。啊，爱世界的人，爱享乐啦，爱贪婪，就是所谓的享乐主义，所谓的个人主义，所谓的叫什么？所谓的放纵主义，啊，享乐主义。所以耶稣说什么？我来的时候呢，一定像挪亚的日子，人呢？又娶又嫁，又吃又做买卖，又吃又喝，记得吗？又娶又嫁，又吃吃喝，快快乐乐啊！所以你要明白啊，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？所以你要做神的仆人，神的事工呢，你一定先清楚这是什么时代。那这个世界的王在做什么？你的身份是什么？你要再知道啊，现在教会里面有一种的。潮流，你们有听过哦？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一定是富有的。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是一定赚很多钱的。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调调啊？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听过？没有没？哦 ，OK。既然你们是很少请这些所谓的国际性的奖品来讲的 ，OK。你知道现在啊，在外面呢、啊，有很多教会啊，尤其是那些大教会啊，有钱的教会啊，他们都在鼓吹一种的说法，就是说神是祝福，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神是约瑟的神，所以亚伯拉罕很有钱，金银珠宝的很多，约瑟呢是万国的宰相，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呢也是应该要有钱 ，OK， 对吗？不对，那神是祝福人的神，对吗？他会在物质上祝福我们。但是耶稣叫我们做什么呢？接下来跟从他。啊？什么分别？放下一切，放下一切，然后呢？跟随他。还有做一个动作什么？耶稣叫你放下一切，然后拿起什么？拿起我。拿起什么？背起你的十字架 ，OK。虽然你要明白啊、哦，神不是不祝福我们的物质、我们的享受 ，OK。神会给我们应当有的，所以耶稣他已经讲了。你看天空的鸟，不飞也不收，不种，地上的花什么什么，然后呢，你什么所需要的，天父已经知道了，并会供应你们的。所以我们生活的焦点呢、啊，不再是这些物质的东西，因为天父一定会供应我们。足够的需要，你今天有没有亏欠啊？有没有缺少啊？大家都有痔有疮嘛，对不对？有子痔嘛，对不对？都很不错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要明白这是什么时代，然后你才能影响下一个人。而那个观念什么？你必须做那个人了，你才能影响下一个人。如果你的观念还是一个爱世界的一个服侍人员。你下面的人一定是爱世界的。如果你没有这个盼望呢，你下面的人也是你的盼望。
这是文化的传承 DNA 啊。你是什么 DNA 的服饰的组长，你的主业一定是想的，因为是你生出来的啊，因为呢，对啊，你的责任重大啊，所以呢你要对付自己的，我你不可以啊，哦永景啊，上帝爱我，上帝有怜悯的，我说什么他会赦免，对，上帝会赦免你，但是你已经做了一个很坏的一个榜样和影响。真的，我也是一个糊里糊涂，就说啊，时常啊，我忘记拿东西，时常落掉那个皮包啊，落掉皮包。我的嘴炎跟着，我的嘴炎，我的嘴炎，上个礼拜贾君正说，他既然把一个皮包，有钱没有钱，有很贵东西，放在那个啊，人家在洗衣服那个胎啊，那个篮啊，他放在那边。就是这样的走，一个钟头后回来，还有菜在里面。哦呦，因为组长也是时常这样子做，可是上帝还是保守了，没有不见。主爷也这样子。这个还是不是最重要的东西？他也是重要的。那狐狸，我要告诉你呢，如果你是一个认真的人呢，你下面也是认真。你会看到他们的影子跟你的一模一样，所以如果你是有爱心的，他们也是一样有爱心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如果你是注重祷告的，他们肯定注重祷告。如果你看他们没有祷告，哎，你想想自己啊，应该你自己也没有什么祷告。所以是这样的一回事。所以你必须先有那个明白啊，这是什么时代，然后神要我们有什么身份。新郎的意思就说呢，新郎的伴郎的意思，开工，你知道自己约翰最后怎么样？死了哈？为什么会死呢？因为他指出希律王的错，因为他娶了他弟兄的太太，然后他的太太呢就很恨自己约翰，所以有一次他的女儿出来跳舞，他女儿跳舞了。他这个希律王就很开心，他说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，就是国的一半我也可以给。然后他女儿就回去问他妈妈要什么，妈妈说要四十一号的头，四十一号的头就是从街里面拿出来的。所以四十一号他的工作呢是很勇敢的，勇者厉害。他指出，你看他说什么呢？哇，他骂那些人呢、啊？毒蛇的种类啊，你们不要以为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，你们就可以悔改。你看第马太福音啊，马太福音第七节啊，第三章第七节，耶稣看见许多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也来受洗，还是对他们说，我如果今天牧师指着一些人说，毒蛇的种类啊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马太福音三章第七节，你要逃避将来的愤怒啊！如何逃避将来的愤怒？你们要借出果子来，以悔改的心向着心里说：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上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借好果子的，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你敢这样对你的会友这样讲哦？所以一样吗？如果你的会友，你的属下做了错的东西，你敢抓他来说，你这样做你会下地狱的。你要不要以为你洗礼了你就可以上天堂啊？你是这样过生活啊，你一定要神要追问你啊，神要审问你啊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末后日子神很需要这两种人，同你跟是这个行伴郎的服侍，就说你也不说你不要结婚啊，同你是说你很专注于耶稣基督，你很警醒，你的灯有油有圣灵有膏油，你能警醒在神的面前。OK， 所以你必须有这样的生命。所以那个观念就是说，你要服侍的你的生命是什么？像你是像这样。所以你是爱读圣经的，你下面的人就会读圣经。你什么圣经都不懂的，下面的人也不懂，就是这样。
对吗？忙第四，忙第六。猴子看猴子做什么就做什么。OK， 所以还有啊，我要给你一个观念，就是什么叫服侍？服侍，来告诉我什么叫服侍？来，想一想，然后告诉我服侍是什么？服侍什么？对你来说，什么叫服侍？嗯？什么叫服侍？服侍，服侍就好像你是所说的，你服侍一个，一个小子，那么那个叫真正的服侍，不是服侍给别人看。所以大子老子不要服侍他了。啊？小子就对，不过当然，我们服侍说，最小的，最小的，我们有分大跟彼此。不过从最小的，从人家没看到的，我们也照样服侍，因为我们知道神在看。对，不是给别人看。对，服侍不是要做给人，还是那些尊贵的人，做给耶稣要我们做的那个人。可是也很清楚知道，那些不是我们能够所做的，是神所做的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服侍到一半的时候，服侍啊，看到很多神迹，看到很多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很骄傲的说：“哎，感谢主啊！”我们就感叹说：“啊，是我了，是我了。”所以装逼起来的时候，耶稣又在跌倒了。对呀。哦，谢谢你们的数字哦，核酸了，核酸了，耶稣跌倒了，人家就看不到耶稣了。那服侍呢？还有什么服侍？给我们观念是什么？服侍是背起十字架。背十字架，两背。我们有背很大一个心，是背的有一些，谦卑的心哦，也要有怜悯的心，怜悯的心，是要有。就是十字架，每个人都知道很难背啊。但是你那个过程的时候，你要有忍耐，要有牺牲。也有没有喜乐？有没有喜乐？也要有喜乐。有。背一背一边哭。哭啊！砍那个十字架。给他讲。谁忍不？哎，感冒了。就是说，要感恩。我不理解。感恩。要感恩，感恩，愿意的心，愿意的心。我问你了啊，如果你知道地上有一块黄金，你会捡？是它。已经山车底下了，不是地上地面了，地下，你山车以下有黄金，你会捡？会整啊？你会拾起来？没有，你发现到有，你知道这个土地上山车以下有黄金，有一块黄金，你会捡？一块啦，一块很值钱的哦，这块是挖出来的，想办法这样拿下去。当然是挖出来的，当然是挖出来，你这样挖。想办法。想办法挖啦，你会说哎呦很辛苦，一边苦，我想办法挖。没有东西要说。没有工具你都会弄一个工具出来啊，看你啊有手机你都会说还是怎样啊？我的意思呢，你背十字架呢，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背。就好像黄金这样，因为你这是一个 privilege， 我们说这是一个特权，这是一个恩宠，你才有机会背。嗯，对呀。你要知道在永恒里面啊，你死了就没有机会背了。这是你背你为耶稣啊争取光明的时刻。你服侍人，这是你的 privilege。所以服侍者的观念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今天我在跟你们分享的是。那个 concept， 因为你做了 concept 啊，以后你有顾问告诉你怎样做，你自然会怎样做，明白吗？所以服侍人员，你一定要有，像昨天我提醒的，就是不只是做题，用力气去做，环境做感情，你要用生命去做。然后这里呢，今天我们讲什么？你是一个怎样的服侍人员的生命，就决定了。你所服侍所带出来的颜色是。那我要提醒大家，就是说，
我每次服侍时候，我们的观念就是赶快去做，对吗？做越多越好，对不对？对吗？不做就是懒惰吗？啊，什么叫忠心呢？我们说功能就是要忠心嘛，对不对？那忠心当然要做，问题是做有很多种的做，有的是随便做，有的是做一点，有的是做个样子了，比如说没有办法了拖着做。做的压力很辛苦，啊、压力 做，所以我问你吧，你做的时候你有没有喜乐 ？OK， 然后你做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做，然后你做的时候这是不是神要你做的？啊，很多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一定要做就是了啦，所以呢，现在我们的观念就是说，你有没有服侍？你有没有服侍？就是老师说你有没有做一项工作啊，做一些东西啊？我们常常问的观念就是，什么叫服侍呢？耶稣倒一杯水来就是服侍。有哪职分啊？就是找服侍呢，倒杯水要职分了，不用。所以耶稣说你要倒一杯水给我小子里面最小的一个，就是服侍了。就说服侍是每个人可以做得到的，倒一杯水。然后呢，每一个人每一个对象都是你服侍的对象。所以一说服侍不再是你服侍那个老人那一群人而已，还是那小组的而已，他都是你的服侍对象。我都是你服侍的对象，明白吗？所以你要明白哈，这样的时刻呢，你就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可以服侍的。当我看到姐妹做得很好的时候，我说啊，不要担，你鼓励，你不会妒忌她，这就是服侍。你肯定她的服侍就是服侍，啊，你肯定她的工作的活。当她做得不好的时候，你不会幸灾乐祸，睡着了。你会过去说，你会帮助他，你会为他祷告，你会安慰他，你会，这就是服侍。当有人伤害你的同工伤害你的时候，你原谅了他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服侍。所以服侍不再是在你所做的范围的工作，这只是一个你负责的一个范围。比较具体的来说，这是你，所以你有没有认真去做？你做了，你有想到他，你做了有没有果效？有些只是一面做不了啊，不用管他，做就是了。做到最后呢，人跑光还是人很多，但是人这生命有没有改变？人有没有跟耶稣有没有接触？你们有没有去问这些问题？所以我要给你一个观念啊，我问你啊，亚伯拉罕是不是很好，上帝很爱的人？嗯，是。以利亚是不是神很喜悦的一个仆人？给下一位来，以利亚建了多少间教堂？亚伯拉罕带领多少人信主？没有啊。有没有？你可以说没有，你可以说他已经带领了很多人信主，他已经建立了很多教会。但是他有亲手建，他没有说。但是他们做了当时神要他们做的东西，这就是服事。亚伯拉罕从古尔出来，长途跋涉，走2000公里哦，来到了应许之地，也没有得到应许之地，但是他那个走出来就是一个福气。所以有时候神要你从某个地方走出来，从你家里的捆绑走出来，从你的自卑感走出来，你就在服侍神。你走出来的过程里面，你就见证了神是信实的，是荣耀，明白吗？以利亚，他只是躲在地方祷告，然后3年6个月不下雨，所以换到某个程度来说，他是祷告说：“神啊，你是审判这个以色列吧？”祷告啊，祷告，哎，我们可以不可以祷告给某某人呢？给他神力失败啊？还有一些倒霉的事情，哎，某个程度的时候，如果有圣灵感动你啊，你还是可以这样祷告。我是很活跃的，我的神学是很活跃的。好像说，你说我为我家人祷告啊，祷告来祷告去，他要信，哎，其实不信，神啊，伸出你的手吧。我不会说神啊，你给他生病吧，我不会这样祷告。我说神就伸出你的手吧，你 do something 吧，不然他们的心会被感动。神做了，结果他们就遇到一些麻烦的事情。哦，麻烦就是他怎么样，谦卑啊，人是这样吗？我需要谦卑啊，
要不要为我来祷告？你要求耶稣，我就因为我开始求了。所以这是服事啊，这是服事啊。所以我要说什么？以利亚他不是去哇整天冲啊做啊做啊，就是服事。以利亚他很清楚，他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。你看圣经，我都不知道他来自那里，只知道他是来自那个叫基列的地方，叫基列的地方。什么基列还是基那基？然后耶稣就啊，不是耶稣，上帝就呼唤他出来，就开始宣告了：你们有祸了。因为你们犯罪，你们拜偶像，你们离弃神，所以神就死地没水，死天不降雨，必死。圣经说什么？以利亚只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但是他祷告，信心的祷告就成就，就是。所以我要观念告诉你什么呢？你不要以为说你做好那个工作就是等于服事，也不对，也不够，不是不对，不够。你要明白神有没有要你做那个事情。所以例如说你有一个人哦，他借钱的，你要先祷告说神，你要我这样做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。所以你顺服就是一个服事了，好过你不顺服神就做了很多东西。这是谁啊？这里有一个人就是这样，那个犹大。犹大是什么？不用讲啊，是单钱啊，那是出卖耶稣。有一个王，谁啊？有一个王扫罗、哦、赶快赶快我们去献祭了，然后打仗了，整天要出去打仗，然后要献祭。所以你要明白啊、哦、顺从圣礼献祭，听命圣礼啊，听命圣礼献祭，顺从圣礼共商量的自由，知道在哪里吗？这经文来看一下上国吧，上国上国你的服事前后都要回到神的话语的面前啊，回到神的话语。上摩记上吧啊。记上。记上第几章？好，哪个？OK， 第十五章啊。第十五。第二十二节呢？还有啊，你们做服事人最好你们有一个很好的身体，可以身很好的身体就帮助你们了解什么。OK， 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，这是一位扫罗他起了当面之物了，然后撒母就说什么？耶和华喜悦，我们一起来读吧，一二三，请。耶和华喜悦，欢祭和平安祭。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从信我圣洁，顺命胜过公羊的自由，为你的罪和使你结束的罪相同，完梗的罪败弃一样，因为你没有拒绝了耶和华的话，耶和华也拒绝你了，你做主。所以我们服侍的人呢，我们一定要怎样呢？知道神喜欢什么，知道神不喜欢什么，而不是常常去做。OK， 在你没有做的时候，你要先寻求神，不然呢，你实实在在得罪神。尤其是你的职分是领袖的话，你更需要这样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做的决定呢，通常都会影响下面的人。你要不是建造他们，要不是伤害他们。所以你要做的是敬重他们，你不要太宠坏他们。有时候我们是宠他们，哎呀，什么都可以啊。但是其实是我们害了他们。像孩子这样，孩子你要教的，你要 educate， 你不能够让他们越过你的职分，明白吗？你不能就像教会里面会有可以指示牧师做什么，不可以。所以是颠倒。同样你是做爸爸妈妈妈妈的，你要孩子顺从。你有权柄的，你不是说不能，没有，你有权柄的，你没有行使出来吧？所以可能服事呢是先从你家里开始。如果父母亲做东西，
不是服侍，或者是不对了，不对，那么他这个怕是不对，那么我做孩子还是顺服吗？你要在主里面顺从，圣经有告诉我吗？你要在主里面顺从吗？以弗所说主里顺从父母，所以不是盲从吗？是顺从，不是盲从，对吧？你要用在职业者，他不可能叫你去买万日票，你去买给他，他不是叫你去买香啊。那么做孩子可以帮助父母亲吗？当然了，啊，可以帮助哪一方面的帮助？是指哪一方面的帮助？了解。父母亲如果做不对，做了一些做一些歪曲的东西，那我们父母，我们做孩子的人也是有责任去跟他讲。你只要去劝他，劝他，那么他 不是责备，劝，劝勉。那么他不如果他不听，那么我们就洗手，跟我们无关。啊，你不要参与其中了，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主权嘛，个人自由，也不能强迫他们。但是他们，你要劝勉他，你要为了祷告，你要关心他，你要提醒他。当然，你要劝勉有很多人，你走吧，走路慢走吧。我还是你说，你这样做很严重，你的表态很重要。你的迫切感很重要。有一个人要走下去，他要跌倒了，啊，你会说你不回来，还是你会捉住他？动作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一个人前面有一只蛇，啊，后面有一只蛇，你会说卖假货啊，我们跌了，还是你说后面有一只蛇会咬你，赶快跑，喊大大声。所以你要看那个事情有多严重了，啊，如果很严重呢，你要喊大声，啊，对吧？我说对吗？你不能轻描淡写啊，因为我的事你死你的事，我想了，啊，没有。所以就好像我们传福音给人这样嘛，哎，信耶稣麦信了，我听了不会吧，你要叫人家信主，你都会想办法然后过去的想办法，他拒绝你，你都要再讲，对不对？你要想办法，但你不是啰里啰嗦讲到人家很烦那种啊，你要有智慧啊。但是你这整个动作是很积极的，啊，就还是要祷告的啊，我不听人叫神来鞭打鞭打。OK， 所以我问一下刚才我们所分享的服侍人员呢，你那个生命必须有什么？尾声啊，尾声还有忠心，专心啊，忠心上帝，心，然后祷告，祷告还有像这样，像谁啊？还有像谁？人生活要怎样？像心腹的生命啊，要很美啊，你的生命要美啊，要忠贞啊，尾声啊，你要有准备啊，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是很尊贵的 ，OK？ 有一天你要跟耶稣基督结连啊。所以你要跟威廉王子结婚，你应该怎样呢？你就不可以随便去棒那边跳舞啊，穿短短啊，对吗？你就不能说把身体吃坏了啊，你要吃好的时候，因为要结婚了啊，对吗？那在新娘结婚前，哇，他们做了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我又做头发，又做皮肤、指甲，哦，身体要保持多少？结了婚。就不用管了，没有。是很多人往往就是误会，然后呢说他们升级他们身体，啊，然后你说的那些不结婚了，是这些不是外表，是你在心，内心。你知道他们啊，你像那些修女啊，他们很崇高啊。德兰修女有一次在洗一个麻风病人的伤口啊，然后有一个记者啊。就看到了，然后德兰修女就邀请他，你要不要一起帮忙？他说我实在做不下去。然后他说什么？你给我100万，我都不要做这样工作。那个记者说。然后德兰修女看着他，然后也认真的对他说：“如果我为了100万，我也不会做这样的工作。”当然，但是我为什么要做？所以呢，这就是同你的生命。因为为了耶稣，他可以超越这一切，
他为了耶稣他愿意做明白吗？所以我们只是为了耶稣，我们愿意被人家亵渎，有时候伤害，在服事里面我们感念，我们愿意，因为我们已经是得了心腹的命定了，有心腹的身份，好，所以我们不会说啊很辛苦，是不是这样？换一个小的，给我大一点的，我要做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好像有两块地啊，一粒比较大粒的黄金，一粒比较小粒黄金，你选哪一块地来挖？这个五扯身，这个三扯身啊，你要挖哪一个啊？请问？啊，大的，大的啊！所以呢，以后有更大的挑战，你要说感谢主，我的冠名是大的。所以你要看，所以那个心态很重要嘛，左右着你的嘛，对吗？我说对吗？你这心态说，哎呦，我苦啊，我主不爱我，你这样想的时候，你中了魔鬼的诡计。所以你就你去市场试一，他那个蜜蜂要怎么来的？没有的，就晶晶的，来时候一起来的。感谢主啊！哇，今天这么多黄金，这么多宝石，红的蓝的。这么多赏赐要给我了，过关了，平安了，别再过来。你要记得哈、哦，圣经讲的话不是很真实的。有一个人问我啊，讲，我们是传福音啊，你们是传福音啊，你有没有一大堆一群人祷为你祷告？他说，我跟他讲，多数是有啦。那是没有不知道 ，OK， 这个我们不知道。那么，如果你碰到事情了，你遇到有困难的时候呢，就是说你传福音咯，传福音就有这个灾难咯。所以，等那个灾难过了，我才传福音。这样子跟我讲，我讲你不可以这样子的嘛，我讲你一定要敢敢过冲上去，你不冲上去，你看不到前面。答案，我跟他讲，那他也是一个很旧的，应该二十年了。十年代会吗？很旧了。他问我，你有祷告的吗？有祷告，一定有祷告的。我说，也是因为你这样子匆匆忙忙的不知道，但只不过遇到问题，我钱给回我。但是有时候你要分清楚，要智慧去分。有些麻烦和痛苦呢，是你自己找的，对，不是神要你走过的，所以你要分清楚，是不服侍人员。有些你自己找的，你没有经验，你可能自己有破口撞墙壁，有时候不是神要你做，那你就做了，还是神要你这样做，你这样做，所以不用紧，神还是会保守我们，因为我们日子如何，我们力量也必如何。所以神还是会保守，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好好坐这里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是有神的平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还是要感谢神。所以神会保守我们，最主要是我们的心。愿意去做。我们的心很重要，我一直讲到就是我们的心。我们心对了，全部都对了；我们心错了，全部都错了。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不用怕有问题啊，不用怕你失败啊，做错了。好，我们问一下艾琳是你学到什么昨天？我昨天呢、我印象深刻的是你这份章程很指南，我觉得很好用。然后之前我们教会也有发生过之类的问题，所以你这个都是连在布告兰那边的，肯定会。很好吗？ Yeah. 我觉得啦，因为就好像每样事情哦，都是会有的，毕竟是人来的。对。这个就是我吸收到，那还有我很印象深刻也是你所讲的那些牧羊的装备啊。这个课程是很好吗？你是说要了解？自己的position，然后要如何的去装备自己，要去打仗的时候，就好像那个几点的啊 ，sorry， 耶稣有的，
要不可以有破口，不可以 有罪应该。就好像那个牙杆那样有强的，他应该拿不应该拿的东西。嗯，所以就好像我们能量，有时候我们不耐烦啊，脾气暴躁啊，就是说没有静下来去聆听神的话，走出了自己的东西之外，就会有很多事情发生，那好像自找麻烦了，有时候就会觉得这样子。这个章程啊，其实啊，不只是挂在墙壁上啊，我们教会啊是每三个月啊，最迟啊半年还是一年都会拿出来一次讲一次，尤其是你发现有点不对劲啊，我们会不耐其烦的在主日崇拜啊，我们会打在LCD，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不会讲太久了，大概用十分钟把它讲完，你看看有什么问题比较大的就讲那个问题，然后你是可以改善的，这个问题是可以，这个指南是可以改善，比如说可能你加一些什么本身教育需要的东西是可以改善的。 OK， 还有就是说你们的问题，对了，你们的问题一个问题大，哇，打了一张啊，没有一张，哦，我要打出来，有些不知道要写的这样啊，就从你开始了，就从我开始了，我跟你讲，那关起来，要关起来，关起来啊，如果不服输的话。